适当的时机，才能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到时候我会派人佯攻76号，给他们造造声势。看来你这是声东击西啊！<笑>完令下去，一级戒备，所有的人停止休息，回到岗位。对江一燕，一定要有重兵把守。是。要不要通知日本人？ 不用，我一定要让日本人看看，我们76号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。所有来的人，哼，我。父亲，副部队长已经到了，车在门口等您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就不用去了，由副部军陪我就可以了。这……哦，我不在司令部，心里有点不放心。你留在司令部，要时刻注意前线的战事变化，明白吗？是。但是父亲，还是有个自己人在身边，方便一点。 有惠利兹陪我就可以了。少爷，有我在，请放心吧。是。将军，您慢点。哦，这么点小事儿还要麻烦副部军，真是不好意思。
有人密报。看看吧。
哎呀，你们都看看，哎呀，我的娘啊！什么？我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是你娘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呀，娘，你不能这么死啊！医院呀，来人看看吧，有没有人呢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呀！来看看吧，这医院太黑了，这怎么还我娘的命啊！娘啊！哎，你娘得的什么病啊？我娘本来就是脚气，不对，是痔疮，没想到送进这个医院，这医生非说是阑尾炎。我家本来就穷啊，没有钱，好不容易凑齐了钱，没想到这送进手术室，我娘就不在了。怎么不至于啊？我今天就是得了感冒来医院看病的，可是大夫说我得的是肺炎，又给我做检查，又给我开了好多药。哎，你们说黑不黑？娘，是够黑的。放心，我们支持你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呀，我的娘啊！娘，兄弟，你别哭了，你告诉我是哪个王八蛋给你娘看的病，我帮你找他算账去。啊，娘啊，这是谁害了你啊，娘？笨蛋，是林医生。啊，林医生啊，对，林医生怎么会呢？哪个林医生？对了，就是那个林医生，他就是让给我开药的，戴个眼镜，而且还爱眨巴眼。走，我们找他去。走，找他去。啊，谢谢大哥替我做主，谢谢大哥替我做主啊，谢谢。娘啊！走，找他去。医院无良，医生无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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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点他们成功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。开始吧。医生无能。
林医生。医生无聊。啊。医生无聊。医生无聊。这外面为什么这么吵啊？医生无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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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将军，我出去看一下，马上就来。林医生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林医生，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林医生，滚出来！林医生，滚出来！怎么回事？闹什么呢？你就是林医生。对，他就是林医生，他已经开始眨眼了。怎么，长辈有错吗？医生杀人，医院无良。什么？你把人医死了？杀人就得偿命。对，偿命。我偿命不行。大家先冷静。我可是日本东京帝都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行医十多年，看过无数病例，怎么可能把痔疮看成阑尾炎的笑话呢？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病人和病人家属都在那边呢。在哪儿？带我去。走。走。站住，什么人？我们是护士，来给秦野先生打针的。对不起，除了林医生，谁都不准进去。护士，嘘，他怎么样了？一夜没睡，刚吃了药才睡下的。好，谢谢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怀孕了，肚子里有了我的孩子。妈妈，灰里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灰里子，你怎么了？我头晕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您把这个带进去，一会儿林医生要用。慢一点，坐下休息一下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像是贫血的老毛病犯了。哦，这里是医院，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医生看一下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林医生的护士，来给您打针的。哦，那林医生呢？林医生，林医生，你看，就在那边，在哪儿呢？刚才在这儿哭他老年那小子呢，人走了。这事儿啊，开什么玩笑？不是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就是啊，人呢？人呢？是啊。
桂丽子。哎。我记得你好像没有贫血的老毛病吧？少爷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哦，是吗？我觉得你似乎认识这个女人。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少爷，她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真的不认识吗？少爷，您一声不响的把老爷放在那儿不管，您就是为了看这个女人的吗？她到底是什么人，老爷知道吗？这个就不用你管了。我是不该管，可是我听见了，她怀孕了，她怀的是你的孩子。大概是你听错了，我从来没有说过。工人抢救室，立即抢救，快！刚才还好好的，要进去。对不起，我必须要进去，请你让开。
医生，就看你的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钱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林医生，啊，我父亲怎么样了？你父亲，我现在正在手术，将军的情况还不稳定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少爷，桂丽子，老爷怎么样了？医生说父亲没有大事，你先回病房吧，我在这儿看着就行。是少爷，那就请你们在外边稍等，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好啊，麻烦您了。你把我的父亲藏哪儿了？你先把人放了，然后我再告诉你。林医生，你知道我的父亲在哪儿吗？钱医生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我是被逼的。我问你，我的父亲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的父亲已经不在医院了。那就太可惜了。你们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周小姐，别听他的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们赶紧走。郑雅，我们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。没用的，据我认识的周小姐是绝对不会放弃她的好姐妹的，难道不是吗？周小姐，你说的没错。但你现在有什么办法救你这位小林小姐？郑雅，我们这么僵着不是办法。周小姐，不要管我，只要你们能脱身，那钱野园中足以交换我和江组长。江组长，江一燕，哦，原来你们的计划是救出江一燕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不过你们太天真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们谁也逃不掉了。医生，里面怎么不说话？医生，开门，把门打开，再不说话我就撞门了。是服部君吗？钱野君，你在里面为什么不说话？医生正在治疗，你吵什么？你是在打扰医生的工作。实在抱歉，将军现在怎么样了？父亲已经没什么大事了。司令阁下让你立刻返回司令部，等待重要指示。返回司令部？难道你想违抗将军的命令吗？走。怎么走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难道你在帮我们？周小姐，我们来做笔交易怎么样？什么交易？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会不会失手了？哎，佛不弘毅，跟
感觉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。你快去报告，我在这儿看着。好。周小姐，只要你给放了我的父亲，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。什么？你们不是想救江一燕吗？只要把我的父亲放了，可以拿我去做交换。周小姐，鬼子的话不能信。是啊，郑阳，日本人的话都是鬼话，我们可千万不能相信他。哼，就凭你，你能换得了江总长？看来在你心中，江一燕是个香饽饽，而我却是一钱不值。呸！你怎么能和他相比？你只是个侵我国土、杀我同胞的倭寇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如此不堪。没关系。看来你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了。什么失败？你老爹还在我们手上。没错，赶紧放了小林，不然我们就要了你爹的命。如果是这样，你们就铸成大错了。哼，用不着吓唬我。哦，那么江一燕就是个死人了。还有，上海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被杀，我将立刻启动复仇计划。什么复仇计划？啊，这个我还没想好。做这笔交易。
听吴号令，如之狗头，日后来取。雅典娜小卒。老爷，没事吧？您得注意身体啊。去，把福部红衣给我叫来。是。部署的行动，就连76号被袭击也是他们的障眼法，转移我们的注意力。76号现在什么情况？指示杨工，军统的目标我想是您。既然目标锁定了我，为什么不把我一刀杀死，还用打镇静剂这么麻烦呢？还有，你是怎么锁定军统的呢？我刚给林医生做过笔录，已经锁定了嫌疑人，还是周正雅那帮人。哎呀，这些女人呐，真是无法无天呐！你几次让他们全身而退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将军，这次有些蹊跷，似乎是前野军故意支开我。